耍游戏啦！耍游戏啦！耍游戏啦！呀！这会儿怎么新多了个大拇在这摆摊儿？昨天还没看见他。嗯，我得看看他干什么去。耍游戏啦！耍游戏啦！耍游戏啦！嘿！大妈，你在这走什么？我在这里摆摊儿啊。哦，摆摊儿，摆摊儿干什么？耍游戏嘛，你看你戴着个眼镜都看不成，小黑板说的明白。哦，用一根筷子穿越扑克牌，成功奖励5000元。哎，怎么样？这5000不少啊。那可是啊，顶我一个半月工资了都。怎么样？来玩一局吧。这搂草打兔子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耍一把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来吧。这用这个？哎，用一根筷子，给你。我得用这根、个，这根、个、接。行，你随便挑。那个，给我吧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上大妈这儿来玩游戏啊？大妈这儿有个规矩嘞。还有规矩？耍个游戏有什么规矩啊？哎、耍游戏不要紧，但是你得先交钱。交？不多，300元。啊，300，那这也太多了，算了，我不耍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要这么省，你花那300块钱，你得还我5000块钱去，这多合适啊。这我这上班也能挣5000。哎呀，你上个班你是不是要挣一个半月你才能挣到5000？你现在呢，一瞬间5000块钱到手，怎么样？嗯，也是。这个拼一拼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这才对嘛！刷一把，痛快！说啥话啊？哎呀，必须的！大妈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能骗人啊？我钱放哪儿了？不着急，你慢慢坐，慢慢坐哈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再有一下就5000块钱擦肩而过了。扑克牌，一条一张。但是我跟你说哈。用筷子擦可不能有洞儿哈，上边说话算话啊，穿过去就散哈。对，是不是穿过去了？你看没看懂，小伙子？来来，你得给我看一遍，说看办法到底说的什么？你这扑克牌你得给我踩上洞了，他能散啊？不是，你小黑板上也没写啊。你给我好好看，我写吗？我跟没跟你说，扑克牌上不得给我踩上洞啊？不是你这么个踩法来我也会，我都踩好几根。那不对呀、啊，那你这小黑板上也没写呀、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不会就算了吧。不，这就结束了？你还上那么样啊？这就300块钱就没有了？哎呀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小伙子，别在这儿给大妈浪费时间了。不是，等会儿。你这不是骗人吗？你这个，说跟你说我骗人了，你看看这个扑克牌，来，你给我穿个多大窟窿，我不叫你给我配扑克牌就不错了。赶紧走吧。不是你耍游戏了啊？耍游戏了。好，你个老婆，你给我等着哈，我回家叫人去，你等着。呀呵，还长白事了你，我怕你。耍游戏嘞，耍游戏了啊！走过的，路过的啊，不要错过啊！干什么呀？这是？穿越扑克牌。玩游戏了啊！哎，小姑娘，来！呀，这个小姑娘长得可真漂亮啊！那个奶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在这儿玩游戏呢。来，奶奶和你说一说，你用一根筷子穿过这个扑克牌，但是哈。扑克牌上可不能留下漏洞，奶奶呀，就奖励你5000元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来，你坐下，奶奶好好和你说啊。那个奶奶，那个这个扑克牌是不是可以随便弄哪个也行啊？哎，随便，你看好哪张用哪张。啊，那我玩这个游戏是不是得给你钱？
哎呀，小姑娘，一看你就聪明。对对对，不管嘛，你这个扑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你看看你，他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来，你随便拿出一张来，全部一接他也行。没问题吧？看样是没什么问题哈。来，玩一把吧。那多少钱？不多，300块钱。哎呀，奶奶，你说你是不是算准了我这压岁钱就算300块钱了呀？真是巧了哈。怎么样，小姑娘，玩一局吧？我不太有把握，我可就剩300块钱了呀。小姑娘，你要这么算，你300块钱。只要你玩成功了，你就还我5000块钱嘞。300换5000，差不多翻了4次倍了，是吧？挺合适的，合适吧？嗯，别犹豫了，犹豫这5000就跑了。行，赌一把。奶奶，我是不是随便一张就行哈？哎，随便随便。啊，好。那我随便拿张吧。不过你这牌穿过去还不能移动，好像不太好弄啊。哎呀，小姑娘，这多好弄，大妈不还赔死了？动动你的脑筋，想想办法。那我只管试试吧，花花。行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妈呀，不行啊，这还是弄捅破了。哎呀，这事你失败了哈，小姑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那你再给我试几回吧，我再试一次。花花，你看我再少的份儿了，花花。啊，行行行，你再玩一次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奶奶。行行行，孩子你也成功不了。哎，这张看着挺顺眼，那奶奶我就用它了哈。啊，随便随便。嘿嘿，嗯，中了300元，是不是就是把筷子穿过去再拔出来之后它不留个洞就算是成功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可开始了啊。小姑娘，你这个不是，你这个胖都有洞了，你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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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哎呀，奶奶，你看好了。咦，你看它还有洞吗？哎，小姑娘，哎，不对啊，哎，还真没有了哈。哎，不对，小姑娘，你这个扑克牌，你看看你个什么色，我个什么色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有什么不对的？那你就我随便挑一张的，我现在挑了挑了，是查也查了，已经完好无损的穿越过去了，你现在又不硬了。哎呀，你赶紧的吧，那奖金赶紧给我，这马上黑天了，我这放学这么长时间没回去，家里人该着急了，俺爸该出来找我了。哎呀，你这是第二次玩了，你不散不散不散，你快走吧。啊，不是走吧，不是奶奶，那个你要这样的话，一会儿俺爸来找我的话，让他给你讲讲这个道理了。哎呀，行行行行，我给你还不行，你先把手松开，松开手，松开手，你不松我哪么给你啊？说说说，啊，来，把你手机拿来。啊，哎，小姑娘，那边那是不是你爸来找你了？嗯，没有啊。